1997年今日，香港足球代表队喺新加坡夺得世界杯亚洲区外围赛小组首名，系港队第一次喺小组夺冠。香港队返港嘅时候，受到大批球迷欢迎。呢次外围赛同香港各族出线权益有印尼、马来西亚、泰国同埋新加坡。香港喺最后一场分组赛以1-0赢新加坡。